什么小苏打加牙膏居然能染头发，还有这好事呢，那不省钱了吗？正好今天没洗头呢，咱们也来试一下。买回来了，马上开始。我这头发比较厚，也不知道一管能不能够，我买了两个，不够咱就再来加一个，给它挤进来。我去，这个色儿还挺好看啊，这个颜色超级好看，看特别清透，但是放头上好像是不太适合，没办法，只能这样了。加点小苏打，再来一点吧，给它搅。哇塞，这个味道特别清凉。现在已经抹完了，我也没找到保鲜膜呀，整个塑料袋套上，然后咱们拿这个电吹风给它加热一下。想看我染完什么样子的，别忘了双击加关注，明天给你们更新哦。如果能成功，这不省老钱了吗？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。